支持双向视频通话新功能，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使用。很多老人不一定会使用智能手机，当他们想看你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这时只需要按下相机的拨打按钮，你的手机就会收到信息通知，这时可以开启双向视频通话。出门在外时，可以随时随地的了解孩子在家的学习情况，一个监控两种用途，价格实惠。